大家好，我是胡歌，非常荣幸能够和王家卫导演合作，对我来说，这是一次极其难得的学习的机会。作为上海人，我很高兴，金宇澄老师的小说《繁花》终于要搬上荧幕了。最后，我也要感谢企鹅影视对《繁花》这个项目的大力支持，让我们一起静待花开，不见不散。